您好，欢迎收看装设全球视野，我是张雅婷。2015德国柏林国际影展即将在二月初登场。今年华语电影没能延续去年的阵容，只有三部影片入选竞赛或观摩单元。台湾占了两部，分别是钮承泽执导的《军中乐园》和张作骥的《醉生梦死》。其中最神秘的就属《醉生梦死》，到现在还在后制阶段的最后修整，要一直保持低调到柏林影展举行全球首映。即将登场的德国柏林国际影展，今年有两部台湾电影入选影展的电影大观单元，都导钮承泽执导的《军中乐园》和台湾导演张作骥的《醉生梦死》。其中《军中乐园》诉说1950年代国军特约茶室的故事，细腻刻画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无奈，是他继《猛甲》和《爱》之后第三度入选柏林影展的作品。窦导说，拍完《军中乐园》，他有别的计划。因为《军中乐园》是一趟很大的挑战啊，是一个不管面对那个时代、那个题材，或者我们参与其中的人自己的一些神秘的经验，那对我而言好像哇，真的剥了一层皮。现在心情就很想很想拍一部有趣的喜剧，看看。而且我觉得也是这个世界现在好像需要的哈。至于张作骥的《醉生梦死》，剧中除了资深演员吕雪凤，其他三位男角几乎都是生面孔，其中李红旗更是首次演戏。张作骥试图透过这部电影表达近年来的心情，但电影还在后制阶段，没人清楚究竟在演些什么。吕雪凤只好先爆点雷，满足观众胃口。我只能透露一个小点，我不是人。你不是人？结果我演到最后，我不是人。这算是爆梗吗？不算，有一小爆了。姚哥不要骂我。他拍的戏专门拿奖，但是票房凄惨，所以他拍戏是一种理想，真的是一种艺术。他不是靠拍戏赚钱，这种导演我能不挺吗？本届柏林影展只有三部华语片入选竞赛或观摩单元，台湾就占了两部。另外还有两位新锐导演邹龙娜和黄映玉入选柏林影展新锐营，准备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中央社记者侯匡君、张雅婷台北报道。有东方百老汇美名的日本宝冢歌剧团，继2013年四月首次来台公演之后，今年八月将再次踏上台湾舞台。这次带来的分别是经典歌剧《凡尔赛玫瑰》和华丽的《宝冢幻想曲》。《凡尔赛玫瑰》从1974年出演至今，已经超过500万人观赏。导演为了这一次公演，特地浓缩改编原著。而《宝冢幻想曲》则有可能加入台湾流行音乐。前回と同様に、台湾の皆様が親しまれている曲、昔から親しまれている曲はもちろんのこと、今流行っている台湾で流行っている曲も、権利が許す限りいろいろ使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宝冢歌剧团共有5个表演组别，这次来台演出的是花组，由首席明星明日海里奥和首席娘役花乃玛利亚领衔主演，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台公演。尤其是明日海，自从宝冢来台演出之后，就陆续收到台湾粉丝的呼唤。第一回の公演が行われた頃からですね、台湾のファンの方々から、熱烈なファンレターをいただく機会が多く、私にとりましては、そんなファンの方々に、お目にかかれると思うと今からとても楽しみです。日本阪急电铁前会长小林一三创立宝冢歌剧团至今101个年头，始终坚持清一色女性演出的特殊传统。这次二度来台公演，除了满足粉丝期待，也要让更多台湾观众认识精致又瑰丽的日本歌剧文化。中央社记者蔡明山、张雅婷台北报道。台湾卖座棒球电影《Kano》最近在日本正式上映，男主角永濑正敏带领片中许多日籍演员亲自跑宣传。
没想到首映会上，导演马志祥意外现身，台上台下大感惊喜，女主角板井真纪更是感动到瞬间飙泪。马志祥和剧组全体希望《Kano》这部台日合作的电影带给日本观众正面能量。我们借由过去的经验，其实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继续向前进的力量。《Kano》这个故事是1930年代日治时期的台湾，是台湾人的历史，也是跟日本人共同的回忆。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找到未来。谢谢你们。今年全国的高校野球甲子園で行われる高校野球が100年を迎えられるという、その記念すべき年に84年前ですかに、実際に日本で頑張った台湾、いろんな民族を超えたチームで頑張った可能っていう映画を公開できたっていうのは何かこう感慨深いものがあります。素敵な映画だなと私強く思います。そして見るとたくさんのエネルギーをもらえる映画だと思います。万人は足が速い、肝心は打撃が強い。他能传达永不放弃的励志精神，不少桥段洋葱满满，令人感动落泪。首映会也宛如日本相当流行痛哭抒压的泪活流泪活动。もう今日で、ね、5回目なんです。そのたんびにね、もう涙ゴロゴロ。もう父親がもう本当に父親ご名称も喜んでますので、台湾の皆さんに本当に感謝し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負けちゃって、怪我してたところで、ちょっとね、泣きそうだったけどね、ジーンって見てた。永瀬さんのおかげで、台湾の映画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台湾の歴史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私にとっては台湾を知るきっかけになったし、世界が広がったというか。旅日的台湾观众也热情捧场支持国片，哭到假睫毛都掉了，不好意思。最后大家就说不要害怕球被打出去，打出来了就我们都来接这样子，不要害怕被打，那边真的很让人感动，觉得很感动。然后因为很久没有听到就是很亲切的中文，然后跟台语对，然后再次感觉到就是台湾很热情的感觉。除了一解思乡情怀，旅日的台湾观众也很高兴看到《Kano》在日本受到欢迎，国片终于出头天。中央社记者杨明珠东京报道。美食区摊位里堆着圆圆车轮形的高达乳酪，另一头还有各式香料。在柏林，全球最大规模的绿色州农业展，充满来自各国食材，就连昂贵的松露也买得到。In this time, we have the winter truffle, is the best, and also the summer truffle a little bit. We also make in the bar, like the jar, but with truffle.It's very special with spaghetti and on the bread, with the beans, on the cheese. We Italian people like much the truffle and meat everywhere. 无论是美食区还是美酒区，都是采购人潮，要来找寻最道地的风味。在德国南部的法兰肯，著名的高档葡萄酒产区，摊位上也派出葡萄酒皇后，向民众介绍酿酒文化。推销自己酒庄的好酒。Viele Winzer, wir haben 6000 Hektar Rebfläche. Es ist sehr, sehr klein strukturiert, aber jeder Winzer ist mit viel, viel Leidenschaft dabei. Es sind meist die Winzerfamilien, die direkt hinter ihrem Wein stehen, den Wein dann meist auch selbst vermarkten. Jeder Winzer wirklich oft möglichst in den Weinberg geht, auch mit der Hand reingeht und den Weinberg auch mitbearbeitet. Und das ist was auch die Trauben dann mitspüren und mitbekommen. Und das schmecken sie dann letztendlich auch im Glas.这场绿色州农业展正是这些特产的大总会，欧洲联盟也对部分地区特色农产和加工食品给予特别的认证保护，颇受消费者青睐。中央社记者林玲柏林报道。
法国巴黎发生连环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法国政府祭出一系列反恐措施，预计未来三年投注超过7亿美元预算，加强情报机关的资源。欧盟也跟进强化反恐策略，包括挹注4亿多美元增进情报机关与安全部队的软硬体设备，并且修改申根自由通行协议与情报合作方式。29号将在拉脱维亚召开的欧盟内政司法部长会议，预料也将深入聚焦反恐议题。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我是张雅婷，我们再会。